么小的柳丁要把这个长度削到上超过400公分以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那我今天为什么削那么长呢？除了要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寿星们长命百岁之外，我更要祝福我们现场的这个情侣、夫妻、家人、朋友、同事们也都能够在一起长长久久。自己帮自己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吧，谢谢。我要对你讲一下，若是有机会在别的餐厅是国外看到的话，那么这边有限的面积，很多人只能削到我这个长度的1/10，厉害点的话1/9哦。而且各位没看到，我都没有削到肉，全都是白色的，都没有削到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有机会在别的餐厅是国外看到的话，99%的人他一定削到肉，我是那唯一1%可以削不到肉的人。而且无论这个皮再怎么薄，我都可以削不到肉。这个对我来讲是最容易的啊，我们接下来的动作是最困难的。那我们待会呢，会把现场整个灯关掉，所以你们要拍的话，千万不要开闪光，因为太暗的时候你开闪光，那个火焰就会透光，到时候你照下来只是一条皮哦。那如果现场有 HTC 的或是那个索尼的手机，哇，那拍起来非常漂亮。那是内单眼吗？那内单眼把 ISO 调高，调最高来拍也非常漂亮。你现在就要准备这个动作，因为我开始要做。